产。过去我们也曾经面临重大挫败，因为懂得反省、检讨和改进，又重新站起来。我希望民进党一定要好好的检讨这个失败，好好的改正，重拾人民的信心，重新站起来。这一次我非常的感谢这个过程，非常非常多的朋友，包括我们主委所有的督导党公子，所有的干部和市民头家，给我非常多的帮忙，我非常感谢，深深致谢沿路来对我帮忙这么多，市民头家给我支持这么多，非常感谢。我没有因为这个挫败而有任何的失志，我依然坚持，我依然会努力，依然能够继续冲。而我特别从这一次参选以来，特别感动整个参选竞选办公室、竞选团队的年轻伙伴们，我要请他们上来和我们大家站在一起。